当当当当，来一块可爱的小动物吧，姐妹们。贼厚实，你看。我来了，姐妹们，今天依旧是梅花肉，而且略微的有一点点的，瘦。大蒜，解腻又增香，你看。妈，有点沉。哎呀，都是瘦的，肉太厚了，中间的不够烂火。这炒不动，我的妈呀，我应该放高压锅里多压一会儿。有点夯实，换个角度吃这块儿。妈，全是瘦的。这个馅不烂乎，就这样吧。这个馅妈吃不动了，姐妹们，嚼不动啊。还能好一点，不行，回头回锅吧，这麻食能扛住了。今天做的很失败。